乖仔。他见到什么都能叫乖仔，我为布丁感到委屈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哎呀，没想到香蕉耳朵像果冻了。为什么？是的，捏起来像果冻。哇，好喜欢左耳朵啊！还能除毛，哇！左左化妆了吗？化了，化了。你又要拍我？怎么了？那个上次总选那个，我永远记得。直接我们就重新录一下吧，就是下，就是等我准备好了。是我。发现我每次跟你讲话都有一种超次元的感觉，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哎呀，这是刚得到的那个。是的。他从杭州带回来的是吗？对，感谢金主爸爸送了一整套。我们妮宝首秀，见过马吗？狗生没见过马，这狗。你看啊，我跟你说，这狗老聪明了，我现在一放下它就冲。它要回家。哎呀，它怎么老是在那？啊，它真的在拉稀，拉稀，好了，别过来。你就是那个爱拉稀的狗狗吗？哟，啊，再过去点，过去点。丑吗你？好看的。啊，它咬我，还有点痛呢。它可能特别讨厌我。没烤过，再看看。还可以啊！我刚真被它咬了，我的这个上面有它的牙印。啊！它在咬我！啊！马还会咬人？我真是有点受不了了。赶紧喝药。很痛啊！是一般人。你看，都红了，这里直接被咬紫。你怎么回事？我妈呀！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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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了！好的好的。就是马看起来比较温顺。它比较胆小，不要，你会它会害怕你。可以摸它，可以摸它。里面拍了。好。脸太长了。你笑啥？一会儿看你啊，一会儿看你啊。真的。一会儿看你怎么拍啊。他在舔你。咬到我了，还得好痛啊！哦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刚被他咬了，还得好痛啊！那匹马它很温顺，它一直会跟你交流，是吗？好酷，我喜欢老马。你喜欢老马是吗？要用这种。马老师说我也喜欢你。啊，选老马。然后不是你不要动，你温柔点，他就很温柔。啊！这样。好痛。这样可以抓。爱丽丝。哦，他脸上有伤了，有。对，因为他被别的马啃过。打架。可怜，小可怜嘛。哎，他不会咬我。很可爱的呀。他以为红的。他说我上一个还没吃完呢。没有，他以为他自己吃了，其实他没有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在嚼什么呀？我都没喂你。我说他坏了。你不是和他关系好吗？但是吃东西这种方面，他很就是还是会非常凶。真可爱，真与动物的亲密接触。你看这是我们俩的合影，哎，能看到吗？能看到吗？这么有爱的。哇，你现在能和他贴这么近啊？对啊。哦。我还可以亲他。听到了。哦。你帮他擦擦。擦擦，有口红擦擦。好像一个表情猫腻的感觉。谁？我不喜欢吃胡萝卜，马都喜欢吃胡萝卜，很帅了。而且那马明显是跟你关系很好的样子。对，这只马特别喜欢我，它叫 Miki。要是我家里有条件，我就把它买走。搜搜，你这不是啊？你这是什么装扮？我是先来看看马，他们还在换衣服，没轮到我。让我看看你的大板牙。
哎呀，小菜吧。她像那种农场的女主人。对。农场主哎。农场主搜搜。是吧？为了这一个地方特地搭配的，非常现代。他在干嘛？这个你们就是是不是你们不好吃的呀？拨一下，你拨一下他的那个脚。哎呀啊！飞了！哇，你救了他！人美心善，周诗雨。我刚才在这里扑腾好久了，刚刚姐姐跟我说他是故意的。你看他又来了。啊，有可能哎。拍的好看。不好看，不好看，我只是很热，很想赶紧拍吧。好看的。他脸上那个是你啃的吧？那个疤是你啃的吧？刀疤。他是和马打，他是和马打架就被别的马咬了一口。不是，我知道怎么回事。因为他自己拿刀在脸上划的，他立志要当一匹好马。你的发型没有了。好酷。你的发型嘞？不要了，好热。Alice, my name is Emma. Nice to meet you. 可以摸你的脸颊肉吗？慢慢摸。啊，结实。表情好大。你们这是买的吗？一起买的吗？刚好就穿一样。刚好就穿一样的。这是我们搜搜牧场主夫人。对，这都是我的马。是吗？喜欢就骑。真的？对。那我随便点一只，你能骑它走一圈吗？我只养它，我只是有这个养马的兴趣爱好，但是骑马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。回去休息吧。把道具放下。主要是钱多的没有地方花了，养马就能花一点钱。是吗？养马能花一点钱，养马会花很多钱呢。啊，对我来说就是一点。恶心。他有一个什么特性？他现在特性。你不热吗？我不热，着实不热。汗都出来了。这谁呀？谁把谁家小马牵出来了？可以吧？是你的狗狗吗？嗯。那谁家小马牵出来了？太乖了，脸也。这是动物园喽。哎呀，我好开心。哎，它叫啥呀？尼莫。尼莫，尼莫。哎呀，等下来长长见识。尼莫，尼莫，你要不要去看大马？妈呀，这太帅了，这个马。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再往上走是吧？要我就养这个。是吗？帅。帅。我不喜欢那种小白马，美的仙那种。我喜欢这种 man 的。哦，你看我尼莫长的。你家尼莫长得很娘吗？很娘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尼莫很 man。 我狗都回去了吧。往后一点，打在他后去。让他知道他妈的工作多辛苦。灯棒贴你。他这点自己都造不了。好，你又来了，选一匹马吧。啊，选一匹马吧。这不能进去，这马太矮了。没我高了。那个马最适合你，矮脚马。要不我们这个吧，还得，他还得垫个爬个梯子上。哎呀，妈妈呀！小点声，你小点声，你小点声。这两个别动了，我乖仔。哦，看看。这个是额外项目吗？我要骑马了。你要骑马？马玉莲，马玉莲，你这是招马烦吧你？嗯。你怎么上去啊？上去。来。踩着这个。你怎么踩？他单手会在上。上不去。也可以了。上不去的。啊！咦，你怎么还吃糖？这挺好的。给你就吃。姐姐给我的，我这有一块糖，你吃吗？对，让我了。拜拜。这要软马吗？哇，这个它好脏啊。嗯，
好脏，散粉，它已经被我弄脏了。它眼睛好大哦。哦，它也被咬了那个腮啊，就是那只马。对啊，别人咬它。对，它被咬了一口，好可怜啊。所以变得很胆小。没事。好，来拍一下吗？这闪光灯没开。没开。你就这么平静的拍完了？不能再场景激动了。没有戏剧化一点的场景吗？你要什么戏剧化？被它咬一口吗？大家都被咬过了，只是你没被咬过，太不公平了吧？舍得。行，跟马他三个人合个影。三个人跟马他三个人合个影。跟马他三个马合影。这边没马脸了，没有马脸，没有。手牵手，怎么了？怎么可以？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我想潇潇洒洒。什么东西？安心，这是马场。谁先开始跑的？啊？什么？我没有跑啊。啊？他居然，你居然打水子哥？四大不打成员了，四大不打成员了。你们是什么戏剧队吗？戏剧社的是吗？我们俩补一张，哎呦，好看啊！我解开，你解，过度营业，大家不都是这样吗？你看，引起欢呼。这个不是那个可爱的马，万一他一会儿……不行，可爱的马在这儿，差点认错了，万一他一会儿吐我一下。OK， 拍了好多张了，你要拍吗？你们俩一起合照呀。热吧，你头发好厚啊。啊，今天那个范闲小姐姐还说我头发变少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熬夜了吧？没事的，谁不熬夜？不熬夜。不熬夜，我很喜欢马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她喜欢去那种西藏啊、青海、宁夏那种有高原的那种地方，然后骑到那个马上山，那个马脚还打滑，吓死了。小时候每次骑马，我都会觉得就是。生命最后一次。你这表情实在是有点搞笑。师傅，你有海天空吗？可以。哎，对不起。摸一下他的嘴巴那里。不。好，可以。来，还给您。好，可以。哦呦，这个表情很搞笑。你更搞笑。水水，嗨。我是这样的，工作狂脸。啊。王总，我给你加油。他把那个是吧？可惜，他是岂敢的。衣服，他叫什么来着？俩字儿。俩字什么来着？俩字。和戴雨贤有关系。哦，低保，哎，我拾路而去，哇，好大一个呀，真是，哇，开心了吧？别太亲了，嘴脸啊！你为了来这儿拍，特意把头发染成黄的吗？你说来这儿吧，啊，我是来见你啊。我也起不来了，就不要起来了。哇，你好，我给你转。你好善良，洋洋。多肉青皮。这是马场请的，请了我们好多好朋友吧，喜茶饮料，现在让他们出去了。行了，全员准备手套，所以准备全员凹吗？左右十六个，凹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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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凹
不叫翻回来。哈哈哈哈哈！那边拍照的又在。好的，那我也翻回来。这个对。小心，妈呀！不会倒的，很好玩的，看起来怎么倒的不亮？你要先下啊！然后往前走。哎呀，我求你了，下来吧！你要摔跤了，我这个技巧。孙瑞，哎呀！换场地，换场地，没有人开玩笑，换场地，换场地，换场地，哇，他也是，哪个牵过去了？快一学，人先在位，牵过去，大家就是很好看，他怎么？哎呦哎呦，你双枪那啥，老太婆，打我，我拍灯了。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蹲着？喂，作为一个少女偶像，这样蹲着合适吗？你觉得呢，宋欣然？双开了。他说合适。他说合适。他说我问的对呀。他说合适，对吧？只有他合适在这儿，像我们就是上不去。高贵优雅的人就不会这样子。哇，来给你。360度。喂。为那个韩团运镜，那个练习我叫。不，你怎么来上下跟随他骑？大家上下那边啊，好，你就骑到他啊，5、6、7、8。你不要拿东西了，你要快一点，你要救我。救。你哦，这声音好好听啊。别吃了，忙了。走了走了，就这点草你还吃？走啦！哇，他把它薅出来吃。彩虹小马，哎呦，妈呀，你这马腿不会断掉吧？行。它会倒，踹我一下啥？手冲手冲，绿杯绿杯。小心小心！今天我就是露营 ace。希望你穿的是非常露营。没有人比我今天穿更露营，我今天穿的就像这个姐姐一样，一整个大适合露营。是这样吗？是的，我可是有精心搭配过，我还买了那个露营的帽子。哦，真的？还有棕色的墨镜，泼墨背带。OK。好帅呀！我们只能相依为命。对，相依为命。我感觉这马都要化。没事，就是因为它挡着我，不要化。你看太阳在哪儿？我们在这儿。陈科，你化了吗？我早已画，他早上午的时候就画了。我记得上午的时候他眼线都画。整个人都没了。没事，昨天太晚到了。几点到的？几点到的？然后反正睡了两三个。我妈呀！你在干嘛呀？在看狗的视频啊。视频儿。视频儿。小姑。小姑。把这个小姑。啊！你在那做什么？啊！他，你是不是把它摁在那边吸？它的毛太好摸了。它的毛柔秃，修姑啊修姑，比牦牛高，是不是？是比牦牛高，牦牛就是比较宽。你这不下的还是可以的吗？因为这个有踩着的，我刚刚是没踩。真的？嗯，刚刚我是从这上面直接跳下来的。那好厉害呀，啊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去换衣服了。你确定你要回去吗？哦，对啊。大家都不记得手机。哎呦哎呦！你来来来，别动，别动你！跳动！天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在这里逮的人拍啊？对，哪里都可以。好美的不要的，你的不要不要的。长什么样？来来，给你看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
哇，不错，好腿的不得了。谢谢。哎妈，吓死我了！有啥好害怕的？这个马在你身下已经很乖了。我怕吓到它。我怕他吓到，我怕我吓到他，然后吓到我。哎呦，不是吧？应该是这么拍摄的吗？不是这样的。耶！你好，嫂嫂。这个花絮，你这是每一张照，没有一张照片是这样的，好吗？没有，他有的，他会有这样的。他有照片的。帽子给你。你看这种韩剧，你们什么东西？你脑回路你智能吧？怪不得，因为那种韩剧的，要给我配那种韩剧的BGM。啊，哎，我丢给你，3、2、1。拿过来了。哇！你应该是摘下来之后甩甩头，把东西扔出去。准备啊，3、2、1。先看一下风景。啊！下来比上去简单多了，觉得我有点重吧，一直在那儿垫。加油！要你了，不要尖叫，快速上去。我不尖叫，我这个人胆子贼拉大。我在上去的时候，这个老师跟我说，你要像蹬自行车一样，可是我不会蹬。搬水。你慢点啊，到时候放个慢放。哇，它会倒，不会烂了吧？就你这点重量。云姐，不是云姐，杨姐。杨姐，杨姐，能忍吗？杨姐，能忍能忍。杨姐 ，OK。哦，你很顺吗？啊，是吗？马儿要吃草。耶，我拍完了，我要牵着它走了。我们拍一下马。怎么走啊？再拍。没关系，屁股这么大，不用拍也拍。您是带进去了吗？带进去了。拍好了，拍好了，这么快啊！我跟他比较美，这偶像剧的色泽。那真的，那你就不放抖音有点过分了，那有点可惜啊，是不是？学长，我喜欢你。真的吗？我不喜欢你。我也是骗你的，愚人节快乐。哎，你怎么突然的什么？拜拜。不错，就有点晒。你开心成这样？开心的骑完小马。你好像学姐啊！啊，真的、啊。好学姐。哟。我觉得我轻功啊，我都下去了。刚录下来了吗？录下来了。再捋一下，宝贝。好，哎，对。是。听你说吧。好了，拍好了，拍好了。来了个亲密接触。我不敢，能摸他吗？没的。轻轻的摸他。你拍了吗？没有光了。还可以吧？就是。要靠你后期了。真的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是今天最辛苦的一匹马。你看他那边也来了一匹。哦，这个马好金色，奶茶色。这个马的，你看是不是齐刘海？它不是齐刘海，不是齐刘海，是空气刘海。七岁，带进去了吗？带进去了。给我看。你是唯一带进去的。紧一下这个。
漂亮呢。你有多漂亮？啊，拍完了，我刚过来。当然就是拍我上马了。这光打在你脸上之后，你的脸胖了十倍。别瞎讲，不要说什么大实话。已经很美了，像天仙一样的，天仙骑马，三只脚人在下面。你就直接这么下来的？这最猛的一个。真的，我以前骑野马时就是这样的。你还骑野马？就是那种能奔驰的马，他们这种马都太斯文了，他都不奔驰。有点弱啊，连骑有一点点弱啊。哎呦，可以啊，大长腿。他只要你不动，他不会太那个你。哎呀，严艺琦这表情。他掉了吗？他掉了吗？他像你。没动吧？他把我撞得到处乱飞。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吉普赛女郎吗？对啊，这就是我的。如果我露营，我就会这么穿。对，349。你也在录 vlog 吗？哎，我也在录。中间那怎么呢？我好看。快开面吃啊，5块钱一个。快开是吧？那我要山竹，山竹比较贵一点。山竹800块钱一个。这摆地摊而且坐地起价。好看的，看看自己的美颜，非主流。我上回在你这里看到自己特别漂亮，然后在抖音上，我上回在你这里看到我自己特别丑，然后就这个取景框里看到特别漂亮，然后在抖音上看到自己非常的丑。哦，谁说的？抖音发那个视频真的不好啊，不是抖音，是那个 vlog， 是我在抖音上看到我的自己。是你不理我的那个惩罚，不能用脸来惩罚。你们来 ，Come on， baby。西瓜达人。妈，漏水了。你特别像那个要去盗墓的，盗墓笔记。嗯，阿宁，有一种大姐头的感觉。你们俩这，就这样子，我能不拍吗？继续，刚才的那。对呀，我们在排队。好乖哦，装的。什么装的？对呀，什么装的？乖。你好漂亮！我都要结束了，你才来。水水，你好美啊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不要跑。漂亮。皮肤好辣。怎么回事？过敏了。你就把这给我吧。好想卸妆。收照片。为啥？怎么回事？卸妆。行行。好。因为皮肤太辣了，紫外线太重了。给大家注意一下，记得涂防晒。不然就会像我一样被感觉被泼了辣椒油。那你现在还好，因为他没有看出来就是晒的。我这里盖住了，我这里一圈红的，就像小时候吸那个纸杯一样，一圈过敏的。是的，就行，然后看见心漂亮。好，没放相纸。我们俩在这二啥呢？丢人！他连开相机都不会，只是拍你得不会而已啦。可以拍出这种感觉。哪种感觉？腋下的感觉。
谢谢。拍立得拍完了吗？拍完了。那单人的照片没拍？我很 free 的，很 free 的，多久拍都一样，反正都要等车。嗨。我们下面那种韩国两个男的的组合的那种大哥风专辑封面，我还必须要这样子。大家都走了。